你心可真大啊，还在这吃呢，都说你生了一个寄生虫。今天咱们澄清一下，澄清这个不是寄生虫，老铁们好好看看，这个是小宝宝的尾巴，这不是还连着了吗？看清楚了吗？但是我挺奇怪的，他父母都是白色的尾巴，为什么他是黑的呢？摁着咋样姐，舒服不？舒服。下次来还找老弟啊，都给你摁个半拉点。行。那姐，你知道老弟是多少号不？38号。记性真好。你摁的也挺好。那啥姐，到点了还加10不？加8个点。好嘞姐。别动，我看看这个寄生虫。开玩笑呢，这个不是寄生虫，这个是蜜袋鼯宝宝的尾巴。以前是我搞错了，这回搞清楚了。看看吧，确实是尾巴。小家伙在里面也不老实，把你妈妈踢疼了，你妈妈直接就给你卸车。家人们，这个孩子有点营养不良呢，你回去我再看看你弟弟，你弟弟怎么比你还瘦呢？于是我决定让他们俩回炉重造，两个一起进不去，那就先一个一个进。这也不行啊，他妈妈袋子太小了，我说怎么提前出袋了，导致他们俩营养不良，那就让他们俩在外面吃，一人一个，别抢，都能吃到，这样不就解决了吗？老铁们，我聪明吗？家人们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没有接住果冻，现在果冻都不相信我了，我再争取一下他的信任。过来吧，这次肯定能接到你，放心吧，大胆的跳跃吧。没让你失望吧。上一次他用手捂着不让看，我们都没看清楚，这次咱们给拽出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寄生虫。这要是寄生虫怎么办？这怎么还连着呢？这也拽不出来呀、啊、宝宝还在里面呢。看清楚了，原来是宝宝的尾巴呀，幸好没剪掉，剪掉宝宝就没有尾巴了。你这是啥呀、啊、在那还动呢？我怎么看着这么像寄生虫呢？果冻你别动，让我拽出来好好看看，你要是疼你就告诉我，这个寄生虫怎么还咬宝宝呢？等我拿剪刀去，我得把这个寄生虫剪掉，不剪掉会伤害到宝宝的。今天我说他还不乐意了，给他最爱吃的红萝卜都不吃了，知道我为啥说你吗？昨天给你洗的澡，你看看今天变成这样了，再好的铲屎官都得让你气了尿了，你还耍上脾气了，信不信我给你一个大窝炉子，别闻了赶紧吃，不吃拉到晚上你也别吃了。哼，不吃就不吃。我怎么长得和狗一样？都愣在小白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这喘气这么费劲呢、啊、你可别吓我呀、啊、还是你得什么病了吗？还是你吃什么东西噎住了？谁懂啊，评论区告诉我。Thank you.
哎妈呀，这小家伙尾巴怎么这么黑呢？第一眼看到是不是都误以为是寄生虫呢？看看小腿还在动呢，在里面使劲地踢他妈妈。别踢了，把你妈妈踢生气了。不要，你看你怎么办？你是害怕了吗？老老实实的回去了。咱们接上集说关于蜜袋鼯的问题，咱们看看评论区怎么说。为什么肚子上有个洞？为什么尾巴是黑的？老铁们听我往下说，关于蜜袋鼯肚子上的洞，这个不是什么洞，这个是蜜袋鼯的育儿袋，刚出生的宝宝必须在这里生长，不然宝宝无法生存。还有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？老铁不理解，为什么妈妈的尾巴是白的，宝宝的尾巴是黑的？因为白马的品种基因非常不稳定，所以它生出的宝宝都是随机的，谁也不敢确定什么颜色。老铁还有什么不懂的，欢迎评论区留言问我。上个视频火了以后，很多粉丝都问这是啥，咱们先看评论区怎么回答的。寄生虫，寄生虫，全都是寄生虫。老铁们，它不是寄生虫，它是未出代的小蜜袋鼯。你们说的寄生虫是小蜜袋鼯的尾巴，老铁们看清楚了吗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评论区留言问我。可爱最高境界。